看这一题，他说四边形 ABCD 哈、哦、内接于这个圆 O 了，那若角 BOD 哦 BOD 哦这个角哈、哦，这个角是等于126度。好，那么他问这个角 BAD 哦 BAD 就这个角是几度了？好，那我们知道说哈、哦，这个角如果是126度的话，那这个角应该多少？就360哈、哦，减掉126，这四，五减23了哈，234度，234度。啊，这个角是对应呢这个角的圆心角，啊，这个角是对应呢同弧的圆周角，所以这个角是这个角的一半。所以角 A 哈，就角 BAD 啊，应该是等于二分之234度了，所以是二一得二，二七十四了，117度了，所以答案是117度。